朋友们，亲密朋友们，大家好。第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也就是在1987年举行的第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那么之前我们讲到了杨辉和宫泽武郎的一局棋，那么那盘棋宫泽赢了之后，也就是说中日双方杨辉和小川诚子各自就是被打下一名，也就是说女先锋都不存在了。那么剩下的是宫泽武郎在擂台上。下面呢，就是我作为当时的第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的先锋，就是男先锋上场啊，这就是在87年6月。我们在四川成都迎战的宫泽武郎，这盘棋对当时的我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我在第一届输给了小林光一，第二届输给了小林觉，下了两届到第三届的时候啊，之前是寸功未见，可以说是当时啊那种心情，我想是我现在语言很难形容，就是说可以说背水一战，或者说是可以说跟我的这个围棋生涯是一个到了一个交叉口的那种感觉。如果我这盘棋输了，那我就说是我已经没有脸在下一届还能上吗？或者说我还能下棋吗？也许我可能就不在棋坛上这个下棋了，都有可能，就改行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当时对于我来说，对宫泽武郎这盘棋可以说是非赢不可，或者说是一个对于我这个围棋生命来说是一个挑战。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请大家观看这盘棋。我掷黑棋对宫泽武郎，我是采用中国流下的这个黑采用中国流对付宫泽武郎。宫泽武郎是力战棋，我呢也是所谓的力战棋。准备了很多，但是我觉得中国流比较适合于我，所以呢在当时我就用的是这个这样的棋，中国流。白棋就这么也是非常普通的一个下法啊，堂堂正正的一个，我呢挂这个角，白棋在这个地方三尖高加，也是普通的定式吧，双飞燕。压了长，这有点像他这个三尖高架，这个在前面的时候啊，这个他和两位女和那个女棋手杨辉也下过的。然后这个虎爬过来，然后这手棋有点像这个他的风格了。一般的情况是会拐一个，这个棋慢着留着以后再走，这个是比较常见的。那么这招棋就比较凶，或者拐或者拆二，这都是有的。这个呢就是说逼迫我走棋，不走棋这么一点他又爬出来，比较凶。这个时候呢我是尖的，现在的眼光看呢是应该靠一个，这应该靠一个。那么如果点一个呢，这个时候你还可以，你就算粘上搬就退一个，应该是想这样下，应该这么下。
如果粘上这个棋啊，这个粘很有力啊，很有力。这样的作战的话，我想比如说这样啊，这个可以压出来，这个作战应该说是可战的，黑棋可战。那么单尖主要是防这个，这个点的时候就挡下来了，这个正好这个虎呢就把这个防了，但是这个尖稍微软弱一点，使得白棋继续来这儿压一个，下得非常的狠啊。再来搬，这面先与这面于不顾，继续在那面扩张。那么黑棋这个时候老老实粘了一个，白棋拐上，那可以说白棋啊目的达到了，可以说目的达到。那就说明这个前面黑棋啊总觉得被他这么还是有点被他压迫，觉得是没有觉得不是很力量用的不够，黑棋感觉总觉得还是不太够。现在再来搬白棋长，再压一个白棋再长，白棋这么走的话，我想现在的眼光看白棋还是可以的，这种下法还是可以，但是值得可以说是值得欣慰的还是这个能够现在能走上这一招棋，这招棋是个好点。如果让白棋走一个，那就如果能交换着白棋，当然白棋最满意，但是黑棋走着了，黑棋走这个，走这个呢就是说如果你不理我这一粘，这里有扳，你在这里呢我这里一跳，那就有可能这渡过了，这你不能挡我搬出来了，你上面走我就爬回来，这样的话你白棋就飘在上面了，所以这个棋非常大，想让他补一个，但是呢白棋啊这个棋白棋走得凶啊，白棋不是补这个而是走这个，这招棋补在这儿，他还是在威胁的我这一块棋，你以后过断了之后这块棋没有活，就是还特别的，他是完全是进攻意识非常非常强的，这个公子五郎啊进攻意识很强，我这个棋尤其是你尖在这儿，我更是要往前走压一个，这个棋呢它是扳的，如果退一个，我想是退一个是比较普通，退一个呢白黑棋我想是会走这个，我想走成这样可能是比较普通的，走这个之后呢脱先，再往这面走，现在我如果掷白的话很有可能选这么选择，这样的慢慢下，而且你这个配置还是不错，这个应该说白棋还是不错的，慢慢下，而且全局来说实控还是可以。这个棋呢公子五郎他是一个利棋，他选择扳是应该说是跟他的棋风相符，既然扳当然是要断，不可能我再点了，当然断，你也不可能是往这儿打吃是吧，这个打吃是绝对不可以的是吧，这打吃这一断就这个味道非常不好，所以呢当我断的时候白棋在这个下面打，这个时候我的拐一个，这个棋当然不能走这个，这个打不行，为什么，这个棋啊被他这个空捞着了，你下面还搞不清楚，吃这个还挣不掉，所以白边先捞着了肯定不行，所以我要求走这个，你如果长的话黑棋踢掉那当然可以满意，所以拐吃这个他是肯定要长出来，我也就必然是要这么走出来，这就是激战动力。关键是黑棋走了这几个之后呢，我是要期待着在这个地方断一个，断呢这个地方有打吃是吧，当然是你要拐吃，然后我能够打下去，
然是打劫，哎，这就是我能够给他打穿，当时的感觉还是觉得挺满意的。但是这个宫泽五郎，你看看，马上就给我断了，断了之后，他这招棋啊，这个尖呢就发挥作用了，我这个脚上没活，脚上是一个很不干净的一个死活，还有死活问题，所以这个断很严厉。这个时候啊，我是这个觉得跟碰到宫泽五郎的确是一个，他善战，我呢也喜欢这个近距离的这个作战，所以啊也是杀得兴起啊。这时候我是连这三个子也要逃出来，现在看起来觉得这个有点太执着了，这个棋应该走这个提，他吃掉再走这个，你提的话我就不打吃，不能粘啊，是吧，只能跳一个补，这个棋断一个，这样的话我觉得这样黑棋还可以，哎，你等于是你白棋粘这个，等于是这样的棋，这个角上还没有吃不掉，哎，这个角上还吃不掉黑棋，那这样被抓了两个子，黑棋还是可以的，哎，可以，那面白棋的损失很大，这三个子啊就没关系，这个弃掉没有什么问题，弃掉啊不大。这个应该交换一下棋啊，它粘上之后再考虑跳，现在呢我是单跳，被它一长我再顶一个，我是期待着这个顶。宫泽五郎啊他是退的，这个棋啊他可以考虑搬，我就脱不了先了，他应该这样，这样我退的话他这个冲是先手，是吧，这冲是先手，那么这个时候他来给我打劫的话，我是有一定的冒险性，这个打劫啊我提了之后，这样的棋应该先打，你提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再冲也比那个好，也比那个好，他粘上再提过来，这个时候打，反正这个时候打劫啊是黑棋有些冒险，有些冒险，白棋应该这么下，这个这样下的话有一定的危险，所以呢这个棋白棋他没有打劫，这个是这样的啊，当我靠的时候他去退单侯一个，这样被黑棋提，他去退让，这个时候啊黑棋松了一口气，这个棋在退之前还冲一下不是很好，这冲完以后侯一个，我一提白棋粘，黑棋把这个逃出来，我逃出来而且是要求还攻他呢，然后白棋拐一个，这个棋应该说这就是一个利棋，黑白棋错过一个机会，就是说靠的时候啊搬了给我打劫，那样的话黑棋大概有些冒险，有点危险，但也是一个难解难分的一个，就是说虽然很冒险，但是呢黑棋啊拼起来稍微累一点，但是还是一盘棋，但是这样的话就是说我总算白棋拐的时候我总算落得先手，把这个棋啊把这个角给拿掉，把这个角拿了，取到这个角呢就当时的感觉啊就是说你不管怎么说我这个棋算活了，把你角破了，你断是不可能，是吧，断了是这有个加死，眼见的有个加死，这个棋是白棋坏了，但是呢白棋这个要走这个的点的话是个好点，他应该走这个棋，我这个形状并不好，当时点三三也可以考虑走在这里，当时也可以考虑这里，应该走这个，这个是一个也是可选择的一个点，现在看看这个点也不错，但是当时觉得先捞脚
但是宫泽没有走在这儿，他走在这儿应该说是白棋的形状不太好，他没有走，他去走在什么地方呢？他是来中央走一个，中央走一个呢，阵头明显的也是一个好点，来远远的攻着我，我这个就变得很重啊，变得很重，我在此之前呢，这儿去点了一个，我是在之前就点了，这两个交换，点了和尖的交换是亏的，是俗手，不应该走。这个棋啊，应该说这个看着是先手便宜，以为是先手便宜，实际上不好。这个棋都不走，干脆都不走，都不走，这个角上反而是有生命力，它吃起来累。你比如说这个棋啊，要吃棋啊，是这个是要点，黑棋就盯在这儿，如果挡被他点这个是吧，所以呢就盯在这儿，黑棋白棋要跳进来吃这个棋呢，可以这么顽强坐在这儿做劫，这里有打穿，你还得补，那么这个这样一走呢，这个棋白棋吃起来很累，不容易吃着，应该这么下，应该这么下，你要你这个棋啊，就是你要立这样，这个角上吃不掉，吃不掉黑棋，所以呢这个棋啊，应该什么都不走，所以这个棋形啊，这个我掌握的这个地方是有问题，不好，去以为是先手快乐，其实是这个都不走啊是最好的，这走完之后，就形成了现在这个局面。那么白棋一阵，黑棋呢大规模的把它就干脆就这么线条的连进来，这个是个好点，这个是个好点，不走就这么压过来啊，这个联络的形状，你看白棋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来一个，我在这个地方一点，顺势一点，也应该说是一个好的这个可选点，你这么冲啊我就挡着，你这样的话不是什么好棋，我就算顶也可以，这样的话就是顺势给他，还可以顺势给他打过来，所以你越这个白棋越跟着走越不好，所以他这个棋是紧着我气，紧着气之后呢，我这两个如果不交换就好了，现在因为他的交换呢，这个棋我如果不补这一点，我这一挡啊，这个棋他就这一冲过来怎么办呢，那么我就算这个棋算这样，我就这样这一吃怎么办呢，这个棋没活呀，我要靠着这个打劫的缓一气劫了，成为黑棋的缓一气劫了，那怎么这个这么大的角就要死掉了，所以呢这个棋啊，这个棋恶手，所以这个尖是一个大恶手，黑棋在打这个地方补了，就现在他一团，我一看这个棋一点呢要麻烦了，所以挡住这个棋，挡住的话这个棋也不应该交换，跟后来有关系，因为这个交换之后这一点呢，这上面留着三个子呢，这一点这三个子是这一挤就要危险，就要掉，本来呢这个反而不是，这个没交换反而没有关系，这三个子还在嘴里，因为这个团还是有先手味道啊，现在实战走成这样之后，我把这个一挡，白棋呢这个时候走在这里，这个地方挡住，这招棋看着是一个好形，但这个时候啊更凶的是啊，这个时候应该走这个，这个地方有挖断，那么黑棋怎么办呢，
你为了补那个段只能走在这儿，爬挖段呢，那白棋在这个地方兼一个扎扎实实的这个连流线型，你这个地方是个好点压住，那么白棋在这个地方一冲呢，它也联络了，这个地方先不管它，先攻这个黑棋，这样啊黑棋就中了，因为你现在不可能走这种棋，现在你要忙着去逃这个棋，对不对？这么逃的话，你看顺势它攻的你的黑棋，这个棋黑棋很累，这个棋黑棋很累，白棋应该一间再一间是本型，这个局后啊我们研究啊，就是说白棋如果这么下是最有力的攻击黑棋的手段，最有力。现在呢他没有走这个，而是贴这个，这也是眼见的一招好棋，但是呢黑棋往这个地方走，这样就是说被黑棋抢到这个点，应该说好点，原来你是等于是一间你抢到这个好点，这个好，这个是点被黑棋抢到，虽然你这个是便宜了，但是呢这个中间是全局的重点。白棋拐，黑棋在这个地方飞一个，希望呢你如果白棋走这里，黑棋再跳，他是希望这么走，如果单跳惧怕你冲断，那么先在这儿走一个呢，你再冲断我可以胡打给你作战，这个就不怕了。那么我走这个呢，就是说要么跳这个要么走那面，现在白棋他跳在这儿联络，联络黑棋点这个呢是想防这个打入，但是这个点呢有点无理，稍微有点应该保留比较好，下得太硬了，这个地方双方下的棋都是比较硬碰硬的感觉。这个棋搬一个，黑棋不白棋搬，白搬这个，这个棋不能断，这个断的话这长啊，这个地方有靠是吧，这个地方有靠，你如果补这个的话，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断，这个棋是不行的啊，是不行的，所以说这个棋只能单长。白棋虎形成的这个虎呢，正好是本来粘上这个地方啊，味道很恶啊，这个地方有袜等等，现在它虎在这儿，我正好是把这个顶着了跳一个呢，正好袜就能够是一个完整的形状，黑棋是一个联络的形状，这个时候白棋啊去点方，这就是力量的，他还要出击，还要攻我们，点这个靠一个，本来这个中间啊，这点这个点这都是一个好形啊，这个棋呢应该说白棋啊在这个地方跳一个啊，以后瞄着点这个还是很厉害的，就应该单跳一个，这个时候形势啊应该说实控上白棋不差，白棋的整个形势啊还是不差的，因为它这个都是你看这么铁厚，我下面呢这面呢要联络，对不对？这面要联络，随便不走让个这面走呢都是很危险的，这面走都是很危险的黑棋，所以这是欠着棋呢，这边走了这儿也欠着棋呢，所以啊白棋就简单这么跳一的话，这个棋啊如果沉住气跳一，这个棋黑棋要赢下来还是很难的，非常难的，但是在这一点我这一靠再长一个，这个呢他希望你去补断，然后他这么玩封你，他希望走这么个给你全部封住，这个棋啊我马上要反击了，这个棋他一长的时候我这么一靠，就在这个时候宫泽五郎啊他进入了读秒阶段了，进入读秒阶段，就在这么复杂的一个局面下他进入一个读秒的状态，这对于我来说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时机，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因为现在
我考虑你走别的都没有这个强硬。这个时候呢，你这个白棋怎么来这个地方中间怎么应对啊，的确特别的让白棋啊有点为难，有点为难。你走这个啊，这个棋啊他就往回退，这个棋，这个棋你总不能被我吃掉是吧，你如果这样被我这样的话是白棋很困难。所以这个时候白棋他怎么走呢，他在这个地方靠一个，我搬一个，就在这个时候他在读秒是保留十分钟的情况下，他一下用掉了六次啊，这个地方的确让他为难。那么后面呢，这个棋白棋来怎么样在这个危急的时候怎么来处置这个中央这个地方啊，这是一个本局的中心。那么我们呢留作下一次，哎，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来介绍到这里，请大家关注下一次的这个节目，哎，看看这个宫泽五郎下面怎么来对付。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下。